有教师哦，这个有啊，有这个有，还有，请问你的三围是？三十四 D 三二四三五。你叫做 Ali 是什么星座？巨蟹座。你是学护理的？对，我本身是护理师这样子。啊有。然后是有一次我们就是夜班的时候，我的病人就是他是一个阿嬷，然后他是有个气切。然后就是晚上咳的时候，就是把气切咳出来了，这样。然后那时候血氧就掉到五十几，就是像我们正常人大概是100左右，然后整个就是脸就黑掉了。是。然后那时候，就是要把就是把那个气切放回去。然后那时候医生就是前面就是试了一次，就是没有放回去。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想说那个阿嬷可能这样就会走掉这样。是。然后之后医生就再试了一次，然后就放回去了。成功。然后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就是有就是抓了医生的手说，就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怎么抓？专业对什么的抓？谁要演医生？预备，你演气切啊！好，你演气切。哎，好了。哈哈哈哈怎么这么厉害？这个妙手回春呢？啊，然后呢？对，然后会怎么样吗？就大概这样子，还扭一下，这样子不行，到底谁会在医院跟医生这样子呢？对不对？不是因为当时感动了，哎，不是你上次上国光又，人家称你漏奶天使。观众问题怎么取的？就是上一次也是穿比较露一点，然后就是那时候站姿就是比较好卖，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不要当护理师好了，你就是去卖奶什么的。”难怪你今天我看你站起来有点驼背，不敢挺胸。对啊，挺胸，停下，等下会被骂。既然有这个，不会，挺好的，对不对？谁敢骂？挺死他们，挺胸嘛。对，我们挺你。对，有教师。哦，这个有啊，有。还有，这个有。你什么星座？天秤座。他的说话声音，但是网友留言想听100遍。有，他要听什么样的声音？就是我之前有录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就是影片的内容，结果网友下面留言都跟影片的内容没有关系。不，直接变就是宠物单元了啦，宠物特辑。等一下，不，阿布要上来了啦，好 together 啊，就这一段，阿布那一声啊，阿布，对他叫阿布，阿布哦，一气呵成一定会。我也是后来自己看影片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也不觉得我讲话怎么样，然后我是后来自己看了这一部影片以后，我才觉得，天啊，这人好讨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觉得自己讨厌，我的特色加强发展是，好来，来再来。哎，轮到来，你就是他的阿布了，我是阿布，是吗？不是，因为我叫你去那边扫地啊。你对海产撒娇，所以他是我什么人？他是你的阿布，就是阿布，阿布干爹好了，干爹吗？你要穷的啦，阿布，阿布吗？对，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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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爱哟，你好可爱，好可爱哟，拜拜拜拜。哎，这个会很怨叹，这辈子没当狗哎。不是，你是演艺圈最适合演狗的。我刚有一个错觉，我以为你有带阿布来。因为就是我是第一次去那一间餐厅，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低消或干嘛，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已经吃过饭了，然后约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就是女生朋友，他们去吃下午茶的时候，然后就坐下来以后，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所以其实蛮饱，就想说共点一个饮料。可以 share 这样喝就好。然后那一天我就跟服务生讲说，因为我们才刚吃饱，那我们可以一起点一壶一起喝这样就好了嘛。然后那服务生就跟我讲说，对。然后呢，服务生就跟我讲说，哦，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很忙才通融你的，并不是因为你跟我撒娇哦。然后就觉得当下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你觉得你没有撒娇？对，我当下就觉得蛮尴尬的，我自己都尴尬。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女生回去之后，还跟我们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她不知道我们是朋友，共同的男生朋友，她就说，哎，我跟那妮妮出去，然后她就跟服务员撒娇，我觉得很不行，不 OK 之类。然后那男生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那为什么不当面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你有教，你以后这样。对，表弟，一壶可不可以？这这么凶的事 ，OK 了。哎，表弟，从小就被女生排挤。对，有小时候被排挤过，所以后来就念工科，因为觉得女生比较少。工科啊？对，我是理工科的。你小时候为什么被排挤啊？因为我是从国外转学回台湾，所以本来
在学校，我在马来西亚念书，刚回来的时候一定都会觉得说啊，国外转学回来的，然后很有趣，然后就跟那时候的就是同年级的比较算是校草或是风云人物那种男生混在一起，因为我小时候的兴趣也蛮男生的，是，对，那那时候身材已经发育成这样好了，没有，那时候应该还蛮扁的。哦 ，OK， 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是有一群，本来我以为是好姐妹的，我以为我跟他们是好姐妹，就他们就联合起来，小时候女生就一大群嘛，他们就联合起来就是排挤我，抵制，对，然后排挤我就算了，然后班上的男生就讲说，好，没关系，他们排挤你，那我们挺你啊。然后我就，这样是不是越糟？这个对，真的让女生更讨厌，然后就直接被封杀，然后就真的只能跟男生。Hello， 各位宁粉，你们好，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我们继续。学长，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学长都在睡觉，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跟你什么关系？想死啊！那么久不接电话，现在可以讲电话。这种鬼话你也信？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到底要喝什么？你快点决定啊！你知道我喜欢少爷。废话，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哎，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学姐，你肩膀这么长，来，快把我弄掉！哎，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根本是看我。没有，再给你们喝。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